正常嚟讲，胚胎咧只会系一个特定嘅黄金时间先会着床嘅。目前咧，临床上我哋会利用排卵嘅时间，又或者咧计算黄体素用药嘅时间嚟计植入胚胎嘅黄金时间嘅。但系唔系每一位女士咧都适合呢一套计算嘅方法，有时候我哋需要更加精准咁揾出咧着床窗口嘅时机。呢个科技咧就叫做子宫内膜基因晶片 ERA。目的咧就去找出胚胎植入嘅最佳时间点。我哋咧会喺正常嘅计算方法下，喺准备植入胚胎嘅时间进行子宫嘅内膜采样。实验室咧可以根据唔同阶段嘅子宫内膜表现嘅基因特性，随后咧揾出胚胎最佳嘅着床时间。我哋就可以根据建议喺黄金嘅时间植入胚胎，增加成功率。如果女士有反复着床失败的情况，又担心进行胚胎移植的时间并不是黄金时间，我们可以利用 ERA 技术精确地找出着床的窗口，继而增加着床的机会。